我卖你你们的料线，你们在欺负我们呢。那25号出来的埃及人多不多？不多，不多。很多人他们不敢出来的了。那个总统很可怕。我还记得那天，很多的埃及人他们决定今天不要上班，我待在家，他们不敢出门。对 ，OK。那出来的埃及人他们去广场那边呢游行啊，就反对那个总统了。那个安全部队怎么对付他们呢？一开始他们对我们用那个就是冲水水枪冲水，对，我们不走，你们先答应我们的要求我们再离开。然后他们用那个棍子打我们，我们不走。他们用那个催泪瓦斯，我们不走。当天晚上那个总统就跟安全部队说，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，反正我都没有看到有埃及有的埃及人在反对我。那个最后他们就对我们开枪，很多人受伤了，也有人死掉了，其他的呢